好，大家早，我们现在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大市长，今天市府李秘书长开咱各局处单位主管，咱新闻媒体所有好朋友，台南市议会陈金晶议员开咱全体同仁，电视机前咱所有乡亲长辈时段，咱今天日是12月初九日，星期五，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29次会议。咱今天日市府有两位咱的科室的主管来请假，一位是咱秘书处的吴处长，由着咱的颜副处长来代理；一位是咱都发局咱的吴局长，由着咱的副局长曾副局长来代理吼。咱今天日上午的议程是市政总咨询，咨询议员的顺序由着陈金晶议员、林义锦议员、王金德议员，每人咨询时间50分钟。咱首先就请陈金晶议员来做市政总咨询，时间50分钟，陈议员请。多谢罗议长，我们赖市长。市府的团队和各局处室的主管，我们媒体朋友哈，大家好早。首先呢哈，本席呢要来跟咱市府团队呢来探讨呢哈，就是南台南互渡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哈，来。那南台南互渡性呢，从崇德路、崇明路哈到大同路哈，整个一个区域的一个范围呢，有70.23公顷吧。那当然，南台南互渡新里面有两个一个重大的一个建设嘛哈，一个就是文教一的那个小巨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铁南台南站哈。那南台南站呢，大家知道，因为地下铁路地下化的问题哈，一直延宕哈，目前当然是还遥遥无期的哈。本席林立功哈，那未来的10年内要有进度呢，可能还是很困难的哈，很困难哈。那当然，这个是其次哈。那本席最关心的就是小巨蛋哈这个问题了哈。那当然小巨蛋我们市府我们赖市长呢，在104年的一个7月的一个市政会议里面呢有宣布哈，本计划呢暂时终止了哈。也就是说，小巨蛋呢要从这个东区的这个南台南互渡新呢迁到这个南铁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特区哈，跟这个会展中心来结合。那我想，我们事务团队的一个评估哈，那我们也尊重了哈。那有比较好的地方，我们也是尊重哈。那当然，我想要请问，那我们这个都发局哈，那这一块小巨蛋的这个原址哈，目前的一个规划呢，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陈议员报告哈，因为这块将近15公顷的文教用地里面呢，它是允许的使用啊，大概就是学校的设施了哈，还有体育设施哈，还有相关联的跟这个文化教育有关系的，像图书馆啊、音乐厅啊、美术馆啊，这些这个博物馆、美术馆等等啊，大概都可以容纳在这个15公顷的范围内啊，想办法来设置。哎，那对啊，你们从104年的七月到现在已经1年半了嘛，对不对？那1年半里面，之前我也跟你们局长有请教过哈，他第一期他给我回应的是说，要做机场的门面，加免税商店。那我看起来目前可能这个方案已经开始附中，因为那时候他在跟我们报告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的不是相当的一个恰当哦。那本席现在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一块15公顷的土地，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跟陈议员报告好了，因为实际上这一块土地啊，目前还在这个区段征收作业中了哈。那土地大概分配给市政府。是的，你们本来就是小巨蛋嘛，对不对？应该是明年哈，明年大概市长来取得。宣布终止以后，你们事务团队一定有经过非常严密哈而谨慎的一个讨论嘛哈，到底这个15公顷的文教用地未来要有什么重大的建设？你们现在都没有方案吗？
包括这个陈议员啊，因为这块土地啊，大概因为面积15公顷蛮大哈，而且是位在台南市啊以后啊，大概一个新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地区的哈，所以这块土地以后的经营定位啊，实际上要跟这个哈我们台南市还有周边的几个行政区哈永康、仁德啊，实际上相关建设要结合在一起，它的效果啊才能够加成。这个当然我们是了解嘛哈，那我们东区的市民呢，我们只要一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问，陈忠议员。那到底我们小巨蛋现在已经没了，对不对？从孵蛋到完蛋，然后现在呢，到底要做什么重大的建设？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主轴嘛，对不对？里面是一个重点，你复都性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是这个跟陈议员报告，因为办理这个南台站区段征收的时候啊，我们同时解决很多问题的哈，包括这个巴克里公园啊，延伸哈到南边的部分，这个用地大概取得建设完成。啊，两个哦，这个崇明国小、国中的校地啊，也增加哈、哦，还有那个哦，我们以后铁路地下化的车站的部分啊，这不是我要的，对不对？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说，15公顷的文教用地，你到底现在要什么重大的一个建设？好了，我想今天那个局长也没来了哈、哦，那副局长可能最方便的话也比较不深入。哎，我想我提个建议了哈，来下一张。本席哈在这边哈提一个建议了哈。第一个的话哈，就是设国家啊这个图书馆哈南部分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设置饮食文创园区。第三个国家演艺中心哈，国家级的一个演艺中心哈。那当然首选啊，首选是国家哈。图书馆南部分馆，当然这个案我们文化局报教育部嘛，目前报教育部是在新营的文高十一嘛，就是 5.1 公顷嘛，对不对？不过本席呢认为这个用地文教用地呢更适合，第一点它的面积大，第二点它整个的公路铁路的一个交通非常的一个完备，第三个这边的大学、高中非常的多，你看看，从成大、台南大学，再来长荣、中华医科大，就是台南高雄县高雄市就是东方科技大学，还有树人艺专，都是在这边。另外的话，你看看所有的高中也都是在这边，你看从台南一中、台南女中到嘉琪在德光再来我们的哪里啊？那个长荣长荣中学，对不对？还有新丰高中、南宁高中，都在这边。我觉得这个部分更适合了。当然，你们有提到嘛你在新营的话，在新营的话可能可以吸收云嘉的这个市民啊。我跟你讲不可能了。大家也知道云林嘉义他要走的都走在哪里？走去台中市啦。你如果设一只原来的高阳关，高阳关就是说对公山、路德、家庭、湖来还有那边的燕巢、阿莲都会来我们台南市。我觉得这个部分最适合啦。葛丁，文化局局长，你的看法呢？我请文化局回答哈。感谢议员的指教哈。这块土地区域哈，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啦哈。不过因为中央一考量因国家级的这个图书馆的南部分馆，一定是有考量到整个辐射出去涵盖的一个范围啦。所以之所以会选择新营那个地段，的确就诚如刚刚议员所提的，云嘉嘉的部分可以涵盖在他的服务范围里面啦。你去到台中，你讲嘉义县、嘉义市，去到台中，其实是较远一丝啦。这个就是生活习性的问题。我刚刚提到，这两个地方给他选择，他不会来，
台南市绝对去台中市。台中市，所以呢，我想哈，有没有可能，就是将我们这个案呢，再送教育部的一个变成是他的一个候选的一个地的一个基地。我喜欢报告者，因为咱的台南市的总图书馆落脚在永康炮校，啊，其实从这个基地差不介远，所以今日讲两个啊大型的图书馆在同一个都市的区位上，会互相的一些竞合啦。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爱舒克的所在。阿喜玲玲哈，这个案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了哈。当然你们考虑看看，你有你的专业评估。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是。如果真的不行哦，马博言啊，对吧哈？练的可怜的跟我可怜哈，所以我有第二个方案哈，就是饮食文创园区。大家知道，咱台南市呢，是一个美食之都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饮食的这个文化跟资产，那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哈啊展演的一个文化哈，对不对？然后里面呢就设呢这个饮食的博物馆哈啊加文创，你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了哈，的确没错哈。啊，就按拄我讲的部分，我感觉啊，当然这咱也当好啊来整体研，因为真足侪国家嘛有类似这样子的。园区啦齁，那是集中在一个区域好呢，还是让它在整个传统的巷弄当中呢？我想这个可以好好来研究啦，可以好好来研究。它里面不只只有吃哦，你说巷弄那个是吃，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饮食的一个文化齁，把它带进来，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概念，加文创的一个概念。哦，不是说啊，我现在把所有的小吃这样就吃就好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不是有这种概念呢？你要有那个文化把它融入呢，这样子才是对的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我想哈，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都发局哦，还有我们的文化局、爱育局、我们的观光局哈，你们能够慎重的来研究这个可行性哈。那台南最佳是美食之都啊，对不对？如果能够这样子来做，我想相当的一个不错啊，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啊。可以了哈，这个我呢仔细来评估了哈，来评估哈啊，不过评估哈，传染无消息去，哦，这对阮当区的居民来讲哦，足无公平哈，足无公平哈。那第三个，我再建议啊哈，就是国家级的一个演艺中心了哈啊，大家也知道嘛，台北市哦有两个国家级的庭院嘛，对不对？那我们让台中市呢？也有，就是演艺厅嘛，对不对哈？那我们高雄哈的这个卫武营呢，也一样有哈，就是国家演艺中心啊，啊，咱台南市啊，无，咱台南市呢，目前呢都敢那文化中心，啊，新营的文化中心，啊，大家知道，也设备各也容量哈，已经不符合时代的一个需求，容量不下。你如果是个国家级的一个表演团体，要来这里表演。根本有困难了，是不是这样子，局长？跟议员报告了哈，一湾进经针对经给台湾在所谓的演艺中心呐哈，爱看了哈。其实像讲进高雄市有这个咱讲卫武营诶，这个演艺中心，演艺中心，还有目前还在兴建中的流行音乐中心，然后再加上它的。原有既有的这些展演空间，其实一下照我的看，它已经过于饱和了，过于饱和。因为照今个表演艺术伊的场域来看，其实台南、高雄其实是同一个区块，所以那如果咱台南市要设一个国家级的演艺中心，其实没有那么多观赏人口的时候，这个在经营上是一大的困难点呐。你这个讲法哈。刚好那一天就是我们议会的一个同仁，你在预算的时候，人家有就有提到嘛，文化中心根本不符合使用嘛，人家要演出的一个团体，请你们排，你们排不进去，你这么讲，结果重复，那个是高雄啊，对不对？在卫武营呢，那么远，我们台南市跑去那里，对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公平吗？
议员，我来报告。局长，你若这种观念吼，咱台南市永远都无法度去争取建设。你讲的部分是讲，咱今嘛吼，要来用这个总统。我们小英总统执政，对不对？是一个好争取的一个时机。我们请我们赖市长呢，哦，去争取，可能就有这个机会，对不对？你莫跟他讲啊，人高雄高雄区塞塞好人，咱这是安那？我弄三毛你啊！咱当然，咱的空间哦，像。市长支持的重大的文化建设，咱的图书馆里面也有小型的演艺中心。那个根本不是国家级的，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观念哈，这个建议都根本不可行。其实我们的设备其实不亚于国家级的设备，很多的表演团体、国际表演来团体来咱家，拢感觉讲咱的整个设备拢真好。哦，因是建筑物，感觉真正是较新啦、啊。你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会了，议员，这实质上是这样子，没错。真的吗？哎，对了，黄姐哈，我就是做这个三乡的一个建议了哈。市长，那个先感谢陈议员的指教了哈。确实啦哈，咱这个土地，咱东区的乡亲大家拢做期待，陈议员嘛足关心哈。过去小巨蛋之所以无法度通伫这个所在如期起起来。我想原因你我了解，就是因为交通的一个问题。交通问题，因为咱嘛都是当议员，咱嘛到年纪迄个成大嘛，吼，去成大做黄校长，黄校长毛议员，苏校长接任了后，伊就交通的问题，像台北大巨蛋，这个无法度。即个小巨蛋已经参咱的会展中心结合起来啊，多功能会展中心，對對對所以伫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我们的尊重了哈，没有问题哈、嗯。这个土地是安尼啦吼，你讲迄、那个。饮食文创园区，哈、哦，这个地目上可能我们还要再讨论看看，因为也得把都是文教用地了。那有文创啊，对啊，但是你那个饮食一定爱收费嘛，哦，就是你搞不了，你嘛是开放爱好人来家导租。我想这里面的内容可能就是你们专业去做研讨了哈。跟你说明一下，讲有可能牵涉到地目使用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国家级演艺中心哈。哦这刚刚叶局长跟你报告了，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哈、哦，咱卖讲看高雄，看你跟他看台中歌剧院，伊都唔敢经营，伊敢争取啦，伊算胡市长的政绩嘛。但是伊争取起啊，未好了啊，伊就踢落中央啊。那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嘛，所以文化部虽然无爱，但是无法度啊，因为胡市长的重量级的，所以伊个接起来，伊一年啊，爱开到一两亿个。为何？哦，所以我意思是讲，大概这款的重大建设，当然对一个都市来讲，这真重要。但是咱嘛爱看去看区域性，整个那个提供的表演的场域，这咱嘛爱去考虑到。好了，我想哈，你们有专业。这个所在哈，我怕算是安尼啦，哈，因为咱土地还没有完全取得嘛。嗯。那取得了后哈，咱无土地当时也取得。因为伊即摆迄个区段征收工程还没有完成，因为它分两期嘛，还没有完成啊。我意思是讲吼，不妨啦吼，辛苦咱东区的乡亲，也是台南市市民，大家集思广益，大家来讨论啦。因为我们东区的市民对这个文教用地哈未来的一个建设哈，相当的期待啦。我咧想讲，哪种讲吼，咱完成了后吼，先简单一个草坪啦，大草坪15公顷的大草坪。让市民吼，家家户户黄昏的时阵、下班的时阵，大家当底下散步，啊，不妨大家来想看卖咧，讲，这个土地未来应该可以做什么？但是你大草坪是不错啦，吼，但是你也无树啊，对不？吼，是不是？下午的时阵，吼，我想到尾啊，一定有真侪人去遐运动啦，吼，可能那时候那个土地已经完成之后，吼，周遭的环境相对应之下，大家迄个想法会比较具体，因为。这个整个副都心里面有巴克里公园了、啊、我想市民可能会去巴克里公园了、啊、一个大草坪当然是看起来很好看、啊、我想还是拜托市长、啊、相关的一个重大建设的一个考量、啊、要尽速了，好不好？对，这个我们会研究，好，谢谢。好，好，再下来。那我想刚刚我们赖市长有谈到哈、啊，南台南副都心呢，整个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期程呢。哦，分了两期嘛，哈。那第一期呢，我想要请教一下哈，我们地政局哈，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明年一月可以完工。明年一月可以。现在算在收尾了啦，现在在收尾。啊，本来呢，本来预计的完工的期程是什么时候？竣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变更设计后，本来是今年的七月啦，哦。今年的七月吗？最后变更，我看，我看那个网络本来你们的公告是四月十八号，是四月十八号哦。是。那你看看，你这个整个的南太南副都心本来的完工的期程呢是四月十八号，那你现在说要到一百零六年的一月份才能够完工，这个差距呢，总共差了九个月。我跟议员报告哈。这一段期间最主要就是说哈，一个部分就是那个自来水那个问题了哈，因为本来自来水管已经进来的哈，要在那边埋设，后来发生零二零六，把这边的自来水管全部调到昆大那边去。零二零六也不用递延九个月啊。啊好了，调到那边去。好，局长，你刚刚讲说因为零二零六的自来水管调到那边去，好，那你给他的就是说，往后延的一个工期是多久？你给他延三个月吗？还是半年？还是九个月？其实后来没回来，我们前林局长哈，现在的副秘哈，其实有去拜托自来水看能不能尽速调过来了，哦，啊调过来以后施工的时候又他又把原来部分的那一个设施有做一个。局长，我再请教你嘛，对不对？你本来给他核准的可以延后的工期到底是多久啊？你不晓得吗？不知道，还是讲伊都他希望延多久就给多久？他现在递延嘛？你刚才说七月份好了，我不要说四月份了，七月了。你这个七月里面，如果完工的日期只要递延一天，你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钱？没有，不可能没有规范啊，对不对？你一个完工的期限有多工期有多少天？然后你只要递延一天，要花多少钱？你个表示讲你即阵吼，拢无采取行动了。我喜欢来安尼甲你讲，你知哦？因为我们在东区，你看看你那个生产路吼，你做偌久，你知哦？每一遍吼，人拢甲我问我啊。议员啊，这条生产路是到底有在叮当啊无？不知道在叮当啊无？真的？哎，都你们这个会期的工作报告是什么时候？这一期的？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审预算之前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差不多两礼拜前嘛，对吧？三礼拜前。三礼拜前啦吼，三礼拜前本席给你提醒了，吼吼。隔两天呢，规个生产路拢工人，真的都是工人，非常非常的快。啊，不知是怎样讲吼，本是今仔日吼要来做总执行的款吼，昨下昨日吼通啊啦，通啊啦。但是还没完成啦，还没完成啦，就是说赶快为了让它通啦吼，哎呀，各家围结遐围结遐围结安尼啦吼。我甲议员报告吼，就是刚好那一段期间吼。就是讲自来水公司甲原来设计厂商，因为互相去毁损到两个，底下咧讲到底是谁的责任，那个部分在协调。啊，刚好那一段时间刚好。我想哈，我为什么会讲这样子，就是说在议会的一个工作报告里面，我们跟你们提醒以后，哇，迄卡步都够紧啦，这都像咱吼赖市长的迄个行事风格啊，吼，就非常积极，对不对？咱市长吼。第一名呢，拜托啊，你嘛无，恁甲恁扣除些要求者吼，较积极的吼，卖怠惰。你若往这种的这個、精神吼，我想吼，这个南台南副都心整个的第一期的一个工程吼，早就完成了啦。拜托者啦。好，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说里面的整个的一个道路的一个设计吼，啊，本席吼。认为有一些就是说不设计不良的一个部分了、啊。那这个你看看这个大转弯
对下来，这个是那边是国民路哈，这个是由东到西哈，到这里为什么我不知道？做一个大转弯，哦，大转弯，其他那唔直直好过啊呢？好，来下一张。哦，这个是刚才有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的话，就是这里是崇德路，你看往过转来，你看看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路段啊。这边呢是崇明路哈，崇镇了哈。我感觉这三个路段哈，真的是设计不良啊，设计不良啊。啊，我想要请一下地震局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第一个路段。底下哈，这条是生产路哈，第一个危险的路段，第二个危险的路段，这边啊就是那个，为什么来再下一张啊？三的下一张，三。我为什么想说一个危险的路段？刚才那个直接可能未来下来发生车祸嘛哈？你看看这里啊，没对啦。我看这个县道要进来的话哈，绝。有可能冲来家，有可能去弄到家，这里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看，还没转来家，你看看这个机车在这里，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路段。第二个，这个第三的这个部分，你给他看看哈，嘉喜崇明路对下去没有问题，但是从这里要转过来这里呢，你看这机车会带转区，接了一台大卡车来，我想哈，这机车是这哈相当的危险。那另外一个的话，这边你看看。一般如果路口我们要转进去，当然这边其实本来也是我们国有地了哈，就是应该是台南县政府的一个土地，结果呢，迄个时阵叫开发，你看看，那起个安呢，这条路来当直直过，不是足好的吗？为什么当初呢，阿无甲因迄个阻挡？我会记当时迄、那个咱可能在市场了哈，当这个区域里面也有一块、啊，就是这一块啊，迄个时卖给立州公司啊。一夜巡的不准他开发啦，后来就又收回来啊。你看，这个道路了哈，为什么？一般来讲，你要转过去的话，这里一定要切角了哈。来，我问那个公务局，这个有没有算是违建？这个部分，这里从这里要转过去哦，这里是一个道路哦，你看，是吗？因为看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坐在道路上呢？不是吧？不是在道路上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每一个道路的一个转弯的这个路口，这厝不是拢爱下爱弯弯安尼吗？你了解我在讲的意思不？斜角哟？不是，是这边，这里要从这里要转过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你看看每一个的道路的这个的一个转弯处吼，你的厝是不是拢爱一半？就是要下安尼啦。好、啊、我们局长。那个房子是先盖先砌的啦齁。啊先砌一当村齁，那个地方不是道路的斜角啦。齁、啊。是后来复都新设计的时候，在它旁边都市计划设计了一条路啦齁。那要、啊、现在要不要要斜角啊，要不要斜角？我你现在要不要弯，你这弯过都一定弯袂过来，这老车绝对一定会去烧弄啊！你要怎么办？那现在怎么办？公局，这个算违建吗？刚才洪局长有提到，那个是在还没画道路的时候哈，他盖的，所以房屋应该是合法的了。那只是在我们都市家规划如何去看道路施工如何去解决。另家本来的都、就是计划道路啊，是，但是。对啊，盖的时候那边还没画道路，所以没有画。拜托，那足侪拢安尼啊，对不？你道路啊，这个部分就让它这样子 ，OK 吗？可能在道路设计上了或者一些交通标志或者是遐危险，这三个危险路口，我想请我们这个地震局看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其实我们本来在这三个道路路口因为。它设计本来就是不是路对路啦，吼，你那些迁就到以前跟现在的关系不是路对路啦，啊，所以问题是在道路可能就是最后做出来是要在道路标线跟灯。你像吼、哦，生产路就会当路对路啊啦，你都无爱，我唔知呢，为什么？这
都市计划规划，就是说在生产路呢，对，在台塘那，在台塘。生产路这个不能对路对路吗？那边也可以路对路啊。台塘整个的空间两边都是农地啊，你要甲挂到一边，谁在你的啊？现在你特别好，这边歪过歪过这边，啊，那边去歪过一边，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理由呢？你唔知，因为你是新的局长，所以问旧的局长。啊，局长，那确实这是团队呢，爱传承啊，袂当讲你即马是新局长，你唔知。那怎么办？这个就让他这样子无解。所以这个以后的设计可能好了，哦，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这三个危险的路段，你们再去研究一下有没有改善的一个空间哈。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往下好不好哈 ？OK， 好，再来，好，我们再来谈哈。这个是生产路了哈，就是生产路哈，1200公尺哈，单向哦，就是由东到西哈，单向71个人孔盖，平均16.9哈，就一个人孔盖。局长，谁来这叫做人孔盖？这其实，在建设之前大概也是这样子了哈，啊，因为生产路这个的设计，当初在最早的时候是100年的时候，其实我说实在啦，地震局那时候没有工程人才啦哈，没有工程人才，对，那时候没有工程科啊，然后来才设工程科的。现在没有工程人才，你讲的伤过严重去了吧？哦，啊，就是这一部分没有设共管啊，但是后来的部分我们大概都改善了啦，哎。因为你要了解了哈，那个人孔盖哈，那是桥多歹人吼，上恐怖的所在。伊若去拄到落雨有水，伊就会出嘛，所以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杀手嘛，对吧？啊，你即马16.9公尺呢，就有一个人孔盖，有没有办法改善，把它整合，让它的人孔盖数降低，可以不可以？我们再来协调看看。哦，协调看看。这里面到底有是哪自来水还有什么？自来水、电信、电力啊，电力又分高压的哈。好了，反正哈，这个部分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哈。那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哈，那个德国人家的一个功法，你前面那平整哦，还要凹凸不平，能降低到最低。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让它平整了哈，让它平整。因为你知道吗？现在的一个台南市有很多的人孔盖根本是凹凸不平啊，因为翘起，对吧？啊，为拉不落去，对吧？是不是这个人孔盖？道路的话，人孔盖的话是我们公务局吗？报告陈议员哈，我们合并以后哈，就有一路平的专案。那路平的专案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人孔盖下地，啊，所以我们目前这5-6年来，压低也不是办法，压低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个高低差，你不是压低啊，你要它让它平整啊。如果这个已经差异的这个路面的话，你是要重新做啊。下地就是对吧？外面是平整的，要看就是爱好一块的呀，让它平整啊才是一个办法，不是压低呢？压低你就凹凸不平。不是压低了，是下地了，下地就是。就是不画我啊，看不到，就看不到下地，地下化是不是？对 对，就是在柏油底下。好，我们已经有1万多个。那这样子太好了。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地震局我们生产路这个路段1200公尺，71个，可不可以全部就地下化？这会哈，有一些很必要的啦，可能要会哈。啊，原则上我们会，可不可以？地震局，啊。我们会按地震局哈协调，大概看能不能再减少，就请让这些管线段有一部分多久能够有答案？我们马上就按这个地震局来协调。最后的期限，我爱期限。按管线单位。3个月，半年可以吗？那我们要配合区段征收的这个它的计划了。区段征收的第一期差都要完成啊！如果他有共轨嘛，
几四月份才完成啊，就要递延到明年的一个一月份。啊，你即马哪个落去，落去挖一次，都说挖挖挖，你看无怪去有市民骂你啊嘛。好了，就拜托好不好？上个月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冷孔盖哈，把它降低，和那个新的安全能够更有保障，好不好？可以吗？地震局、公务局，你看他，协调看看啦，协调看看啦。哦，拜托了哈，因为这个是有关于哈新的一个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路段真的是太多了，1200公尺，七十一的单向哦，不是双向哦，单向呢，好不好 ？OK， 我们再下一张好了。好，那看我们副都心哦，那里面哈真的是问题多多了，你看看。我家有小河，这不是多落大雨的时阵哦，隔两天啊哦，还阁安尼。真的哦，对不对？大雨哈、哦，落大雨呢，大淹，落小雨小淹。你看，阁下一张，你看看，下一张，你看都是啊哈、哦，水乡泽国，你看来，水利局，水利局来，对，强力强杰往水利局来来，水利局为什么？这个是什么？区外排水没做是不是？跟益州这边做一个说明，就是这个经过会勘哈，那么主要就是说它的这个侧沟跟箱涵之间这个联络管哦数量不够，那所以我们已经有请全管单位哈赶快来增加这个联络管连通管的这个数量。啊，所以你来看，你未来你只要能够挖一遍。没有没有，那个只要它是指侧沟跟那个箱涵，它在里面施工。就是把它再加连通电。地震局局长是这样子吗？地震局局长是这样子吗？你家积水，上次工作报告我就跟你提醒了吧，对不对？那时候我还跟你问说，到底有没有人同仁给你通报？你立马不知，起码知啊。我知，哈、哦，起码就是讲哈，因为本来我们的区外排水是往铁路那一边去嘛，哈、哦，啊，但是伊起码要咧。压了设计，压了施工嘛，吼、哦、啊，所以起码我的地，那个排水管道是先进入自洪池，自洪池出来之后，吼、哦，如果满了，会用那个现在的小区，现在的文教用地那一块做暂时的自洪池。暂时自洪池。那以后还要再改吗？啊，以后还要再改吗？啊。你讲就要讲暂时嘛，对不对？那以后还要再改一次吗？从那什么要再改？我说以后还要再更改吗？你现在说你刚才跟我对，以后就是说是暂时。如果说那个做好的时候，那个排水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啦，哈、哦。啊，所以现在因为那一次雨是特别大，把整个的文教用区都不是特别大，加安尼啦，哎，免特别大的东西嘛，连刚刚用的。我今麦在崇明国中那边做一个节水沟，哈、哦。节水沟已经在进行了吗？哈，在进行了吗？哎，在进行了。现在在进行了。哎，我今麦我咧，今麦我咧做这个。好、哦，那我想请问哈、哦，那个水利局跟我们地震局，几个月以后可以见到成效，就是不会再淹了。这个我们会加速，希望在多久？多久？明年的汛期之前。多久？半年。哎，明年汛期之前。啊，就差不多半年。几月了？你给我跟我讲几月了？汛期之前我哪知道？汛期是五月一号。五月一号之前，如果有在下雨，就不会淹水了哈。好，谢谢。会改善。来，我们再往下来。哦，这个区域里面，你看，我别，垃圾去道场来再下完了，你看，往下来，这里都是。你看，建材瓦固啊，来，我们环保局局长，这个区域里面可以这样子堆置这种废弃物吗？跟议员报告那个。有关那个小巨蛋那一块区域哈、啊，事实上是我们这个空地查报是很严格的。这个我的感觉是，如果以这个相片，应该是以这个再下一张工程所遗留在现址的啦。这是啥啊？这是以后的呢？轮胎呢？对，这个就是当时在施作的时候，我们在稽查登革热也查到，所以有开发吗？包括因为有开发工地，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在施工，所以、东区区公所。那、啊、你有开发完，为什么不请他清走？有这个现在没有了，乱供，现在没有。我前几天才去看的，没有，还现在没有了，乱讲。你们别搞糊弄，还在了。
好，那我再去。我差不多那个一个礼拜前才去看的啦。谢谢我再去详查一下哈，那个这个如果有这样的现象，你老公家水不在是对的，因为那个可能是下雨哈，我们不能苛责了哦。但是我还是请我们环保局没有问题，特别去看好这个该清要清，这里面是不是有害废弃物也注意一下。好。好不好？这块是我们的重点啊，登革热防治的重点。我跟议员报告。但是你看这个很久了呢，这不是可以杀人刚烈。好，那我再来请同仁好不好？这张相片再去了解一下，拜托一下。好，在那个应该要做的重新路就是崇明路重新路进去哈的右手边。哦，这个部分了，这个真的是很久了，你看看。能发草啊？呢，发个只水，拜托者，好不好？赶快改善，水来处理，不要又造成登革热的一个滋生。好，我马上处理。好，往下来。好，我想，南台的护都心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哈。我们请相关的一个主管哈，赶快来改善哈。那接下来我想要来探讨一下我们这个污水下水道的一个建制的一个接管的一个情形。那我想请一下水利局，目前。全台南市的整个接管率是多少？目前台南市已经接管了11.5万户，115,000户。比例多少？比例哈，依照它新的算法是16%，以往的这个算法将近24%。以往跟新的有什么差异？它就是每一户它的这个人数哈，有稍微做一些调整。总户数有做调整？对对对。所以你现在是16%？对，依照那你前。台南市什么时候能够把它完成这一个污水下水道的一个接管？我们现在就是说几个重要的系统目前都在开办当中，譬如说像永康，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永康还没啊，都还没有啊。永康开办了，开办了，开办是还就是它的干管都已经在施作了。那么最重要的那你永康什么时候可以接管？永康我们现在是预计是109年就能够整个。包括用户接管整个系统就开始能够运作。那台南市现在的哈，对这个，我刚才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嘛？台南市整个台南市的接管完成以后 是什么时候？你们有那个期程？我们现在以每一年哈，每一年能够增加大概2%到3%这样的用户的接管哈。2%到3%，哎呀，够80%。要给我80%，我哎呦，这是要告党洗啊！就是2%，这跟议作报告10年才20%。我们现在几个重要的系统都已经开办了。啊，那 BDS 爱哥，哦，爱哥五十，闺女四十年，太慢了吧？跟议作这边，你那个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营建署主要是营建署这边。营建署90%吧，对不对？92%。92%嘛，那我们另外8%是我们市政编的一个配合款嘛，哈。啊，你请问一下，你们地震局也不那个水利局有没有去请我们台南市的5个立委去争取这个经费，加快脚步？有争取吗？所以像我们现在，譬如说仁德系统开办以后，我们现在仁德二期就已经把东区整个纳进去。那么这个部分呢，营建署已经核定了。东区才7%呢，你看嘛呢？不，他那个是虎尾寮，我们现在讲的是整个东区主要的，就是这个处这个成功分区。哦，那个这个处来，下一张来，后来。对，那他现在哈。这个处啊，那个情形，该这里赶快。嘉喜哈，建东街54巷。是。54巷啊。嘉喜上，为什么要放这一块？臭气冲天呢、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马上要来开办的范围。德高德高处啊，德高街遐嘛是同款啦。真正，局长你住倒一区？东区。你住东区倒一所在？我住在东门路。东门路哦。你若不爱招迄个咱环保局的局长两个吼，来这建东街住一礼拜啊，54巷住一礼拜，你看迄个感受。那个臭味，对，那个无奈。所以跟议座做一个补充的报告，所以目前哈，现在营建署已经开始在办我们东区的干管的规划跟设计，拜托了，明年8月开始发包。我们台南市的5个立委哈，是，赶快去整理。现在一年是10亿嘛，对不对？大概10到15亿不等。我看你们是你们的预算里面就是
就是今年是十亿啊，他你先当加快脚步，请咱台南企业五位立委，或者是请我们市长，对不对？向我们林权院长来争取加快脚步。但今晚诶，接管系所有五都里面，诶，最后一名呢，是不是安尼？因为我们起步是比较晚一些，但是我们晚没关系，就是过去的我们不管它，现在你要加紧脚步啊。事实上，我们的接管率还比台中快，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是这几年是非常努力在做。小啊，对不对？比较少啊，你是五都之末呢，拜托啦，叫你为争取经费来拼。不晓得你关心污水下水道哈，其实这个议题对一个都市现代化最要紧啦吼，我这点我跟你说到下。啊，不过我一寡代志要跟你说明一下，就是讲咱管治合并前，其实台南吼，以固有的计算方法，大概差不多11%啦。咱第六年吼，已经24%。换一句话讲吼，水利局的团队这几年来吼，得到中央的支持，是过去一二十年的加倍，就表示讲伊效率足紧的。啊，第二吼，咱目前确实有影吼，咱的接管率也搁伫五都算起来，咱也搁较尾后。最主要就是咱起步的晚嘛，是管区合并了后，咱刚才有谈到嘛，就是市长起步晚没有关系，过去就都让它过去。但是我们现在要加紧脚步。我是说，那么请那我们赖市长吼，是不是跟我们行政院呢，再争取一些更多的经费，然后加快、这个其实是这样，这个我都有在争取。我则不会这么快了，因为我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城市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对对对对，咱加倍六年是过去二十年的加倍呢。好，好，然后接另外的话，我们接管力呢，这六年接管力也比台中还快。哦，以前啦，因为有大楼啦，大楼因家己做的，迄若无计算，干那计算讲吼，政府做的吼，其实我们是做的比台中还要多。好了，我想哈，这个部分还是要加快了。这个我们会再继续加油。因为我头下讲啊，那个建东街54巷哈，我想要请环保局或者是水利局看看要怎么改善，因为一直都无法度改善，啊，真正好够吵。哦，用积极的一个方法哈，去让他们请他，你看，葛定宇，你看，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请他们改善？这个基本上函管的部分。我们还是要下去到函管，请这个同仁下去到函管，因为如果你现在的错的问题要先解决啊，对不对？要先改管啦、啊。我跟议员报告，一般会臭就是厌氧嘛，啊、哦，厌氧才会产生臭嘛。啊，如果流通很顺畅，没有淤积，其实这个臭气就会改善了啦。好了，至少你要去找出错点是在哪里，要请怎么改善，该划就划，该改善就改善啦、啊，对不对？对。你不然你的规条街啊，大家拢骂讲啊，这个起雾的团队是在冲啥？我们跟水利局都，我想水利局也很内行啦。我们这个内行，之前个人会看到今麦都阿无解决啦，已经半年了呢。内行再加强啦，不然可能是局长你还不知道，拜托哈，好不好？OK， 我们再下一张来哈。那我想，除了刚刚讲的一个下水道以外呢，哈，中水道我想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指标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水利局，目前我们台南市对这个有没有规划？目前我们跟中央争取，目前是永康跟安平的系统列为六大的这个再生水的示范计划。那么同时我们现在也跟中央在提报，就是我们仁德以后，包括东区的污水接到仁德以后，它也会做再生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系统我们都在推再生水。那你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平时云区你有没有做？因为这个是当时整个在规划的时候它并没有就是把中水道的系统放进去，那么依照现阶段水利署它的这个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它主要还是希望就是再生水第一阶段还是给产业来使用，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配合整个中央的政策的方向。台中市哈，虽然哈，人伊就是伫个公园下骹，做一个这个再生水的一个你看资源的一个回收中心啦，他们是用这个薄膜生物处理的方法来折，对不对？人家
明年初就可以开始来启用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你未来你一个整个的一个从化区里面，像平时营区里面的一个公园，对不对？你就可以来做啊，你们都没有规划。你要看阿人台中市拢一直在做，他们还有水的一个铺满。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积极了，好不好？好，二来，再往下来，好，再往下。好，那我们整个的污水管接到这个水资源处理中心以后，你们污泥是怎么处理？污泥我们现在就是经过消化来减量，然后后续我们会再做一些的干燥的处理以后。目前看起来你们的污泥还是在堆置嘛，对不对？对，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要赶快的来做处理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不不再讲了哈。我们是请给赖市长一些时间了哈。是，来来来，你先坐下。市长，你有没有补充这个？迄个多谢邓议员吼，今日质询的，即拢对一个都市发展来讲，拢真重要吼。啊，包括讲道路迄个危险路段，啊，这点我会请干部局去体检。啊，有当时啊，常常拢是吼，出新气啦。迄个时阵都市计划规划了，无讲解好势，出新气，啊，道路才开辟，啊，常常拢碰到即款的问题吼。啊，你头讲的这三点吼，我会请。这个公务局去处理，嘿。啊，但是就是讲，第一个是经费，第二个是当事人的意愿，哈。我跟机关再过来啊，详细我搁请去了解，哈。那第二点，你跟他讲的生产路那一个人孔盖，哈。虽然讲那个区段征收还在进行，车也告来告去，啊，不离过呢，我们可以先让人孔盖先下地了。啊，未来要铺的时候再铺这样子，啊，避免铺完之后三年不能够改变，啊，啊，你若讲要单铺的时阵再来做，可能嘛要等真久，啊，既然迄个当地员工只有安全的顾虑，啊，我会请啊相关的单位先去把它下地，啊，尽可能先去把它下地，那未来要铺再来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是很高兴今天陈议员有咨询到污水下水道。一方面，予咱市民知影讲哦，这是一个都市重大建设。啊，拜托吼，咱市民要接管的时阵，一定要配合工程的施工的时阵，一定要配合，予工程的进行呢会当较顺利。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哦，因为他当议员嘛讲过，其实我去找过营建署长找几啊撮，这嘛是为啥咱台南市速度有弄扎紧的原因。吼，我他唔是讲家己学了外团队，我们真的是过去二十年，大概是11%左右。我们现在是24%，是过去十年，我们花了二十年，我们花了六年把它做了一倍。而且你谈到要求的部分哦，我能够继续好来加油啊，就是讲看别呐吼，除了讲问题解决了，当初你他讲的迄、那个所在，迄、那个环保局因来去体检，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针对那个点来解决。啊，另外就是讲所有的迄、那个啊污水下水道的建置，这个我们会持续推动。那我任内哦，我们就启用了三处的污水处理厂，啊，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啊。啊，中水道的部分哈，因为咱台南市啊，我们水资源哈回收再利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无都市发电了后，大家用水无回收再使用，这个都市水资源嘛无够，所以你今仔你这个议题嘛真重要。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哈，我们大概有几个计划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利署支持的先驱计划，台南市是一定的第一个都市，要把淹空，啊，迄个雨水下、迄个污水下水道的水，啊，加迄个安平的水、迄个啊污水处理厂的水回收之后要再利用，然后提供给工业来使用，啊，工业来使用。那永康那个大概可以先预期可以先提供大概15,000吨，啊，提供给南科。那目前呢登记的哈，台积电它也来登记，啊，所以我们对中水的回收使用不仅仅是台南市要做了，然后现在水利署也认为这个非常要紧。那我们是先驱计划，啊，就示范计划的第一个城市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好好，这个我们会来做。好，谢谢，谢谢陈议员。非常感谢我们陈金忠议员所做的市政总质询。如果有其他的局处啊，说明不清楚，请个别再向陈金忠议员说明。我们休息到10:30继续开会，谢谢。